西中，西中建于西元1913年，为过去本厂前身大南庄蔗苗养成所时设置，由专人定时敲钟，使钟声远扬作为早期员工上下班之依据。曾有译文口传，当时厂里耕田的牛只听到西钟响起，竟然就不走了，意味着他也要下班了。